等一下，我麦克风，我的麦克风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呢、啊？重新整理聊天。哦，有了。哎、欸，空岛是哪个啊？哪个是床站吗？空岛站不是这个啊。主大厅。哦，在主大厅呢。空岛是哪个？塔防不是，经费不是。哎、欸，谁知道空岛是哪个？有画画吗？没有啦，玩个空岛看看。有人知道空岛是哪个吗？糟糕了，我根本不知道空岛是哪一个。晋级的苦力怕，中介使者挖掘战目标，后排中间最后一排中间，这个吗？不是啊，最后一排中间这个，不是啊，一款史诗级的百人游戏，想骗我？最后排正中间，这个吗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中间是哪一个啊？最后一排中间，啊？哪一个？不好意思，哦，这个哦。好，请问我要怎么玩这款游戏？先拿木头吗？然后嘞，感谢刚刚谁？空宇翔。欸，然后我要干嘛？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欸。先叠过去吗？可这样好浪费哦。就生存，就生存。因为之前有看哈基他有玩嘛，他那时候问我说为什么不玩，我说我怕我比较没时间玩这个，然后后来就没去看他们玩。结果最近也看到小优在玩，他说：“好吧，我也来试试看。”就来玩了。旁边有任务。那我现在任务是要干嘛？先做工作台吗？还是我要先……我要干嘛？工作台。右边任务要翻译给繁星吗？好啊，因为之前哈基有那个啦，好像有人在巴哈吧，最近翻译好还是什么的了。哦，木斧头，我的天呐、啊，我的天呐、啊！哦，而且之前说为什么不玩，就是因为我就那时候说我想等确定有中文化之后，我再来玩。找杰瑞说话，他不是杰瑞吗？我记得那时候哈基有说，那种过去木头叠过去会不会太浪费？会吗？
好像有点浪费耶。杰瑞，啊，这是干嘛的？从这些玻璃到这个是干嘛的？补习请假哦，你感冒很严重吗？那赶快休息，躺着听吧。我那时候不玩，就是因为真的英文。我虽然英文有进步啦，可是这样看下去也都是乱码啦。哦，他，哦，他自动帮我挖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这样我鹅卵石会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就鹅卵石是我自己要挖，是不是？它生产的意思是会生出鹅卵石，然后我来自己挖，是不是？哦，20个，再加杰瑞的头，哦。没有玻璃的那个，中间没玻璃的地方，可以自己挖，也可以他挖。中间没玻璃，嗯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要放满哦。哦，那我不理他是不是？嗨，你干嘛？所以，如果我要升级它的话，我要怎么升级？等我收集到，不是多少，把160个鹅卵石就可以了吗？把它拿起来，好，我看我不适合玩空岛了。天哪、啊欸，我需要人家带、欸，算了，改天有空再去跟哈基他们蹭一下好了。还是我们改玩别的啊？啊，算了，玩别的，气死了，我不会玩这个。来，我们我放弃了，空岛不适合我。我们来玩，来玩什么好嘞？史蒂夫头，哦，这个哦。来，我来玩杀手，来吧，放弃。经典双人模式，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来哦，有的，赶快进来哦。滚床单我不要，我超烂的。你觉得巧克力剪出来只有13分钟，我剪出来还有20几分钟哎、欸。
对啊，所以英文要学好啊，不然很惨啊。谁是杀手？这干嘛？哎，不行啊！你们不能看看，哎，你们可以看台，但是不能啊，当平民也好。哎，不是有那个吗？什么丧尸模式吗？今天到几点？11点。哇哇哇！杀起来，杀起来！也不知道是谁，天啊！没有人可以嘴那种感觉哦，好难玩哦。轻松，赶上了。好久没看繁星直播了，我明明天天都有。要玩的观众不能 ghost，对啊，不能 ghost 我，不然我就是整个黑画面，然后一直听我鬼叫这样子喽。怎么又是这一关啊？我这一关有阴影哎。黑色头发的妹子，什么？什么？空宇是不是你呀？我不是你哦，好。什么啦？怎么死人了啦？诶、什么啦？怎么又死光了啦？空宇一定是你哦！我看到了。烂游戏！Ghost 就是看台啊，就是边看边玩啊。哎咻！哇！完了！完蛋了！
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把盆盆又找来了，快啊，帮我分享出去啊！去问问看他们，嗯，还是要开 party 呀、啊？我来啦！进来了，恭喜啊！小小，哎，哎，这个 skin， 哎呦，哎呦。你不是边缘人吗？离开我！哎、欸，而且我今天有后置那个阿米狗那一天的那个精华嘛。哦，这个麦克风听起来声音就好听多了，超好听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走了？那时候开头一捡起来，哇，我的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啊？这样子。后面啊，你后面啊，好，这个黑衣服的。侦探死掉了。哇！哦、这杀得很爽哎、欸，都没侦探哎、欸。他也太开心了吧！会去高雄场 CWT 吗？会啊，有报啊，有就会去啊。回收，确定。我是不是点到大厅外了？好，好，既然都出来了，那我换另外一款。还有什么啊？阿贝在干嘛？看屁啊！警匪大战，吸血鬼，未来枪战。啊，来玩老师说吧。你说我坐在哪里啊？老师说，老师说，没人。来吧。哇，没有人。老居安，快哦，换老师，那个老师说。啊，这 skin 是学妹嘛？
啊，我不是说老 GI 吗？来吧，走开呀！没人捡到我的钻石哦。将铁护腿放在盔甲箱上，我失败了！哈哈哈哈哈，在动啊！中介门呢、欸？噔噔噔噔！哎、欸，太痛了吧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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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死掉了。合成什么？拉？这什么？岩浆桶？刚是岩浆桶的。哦，拉杆哦！玩异形第一人，电脑真玩这个吗？不，我好烂哦！第几名啊？我第六名，哇！天呐，我好弱哦！我果然不适合玩游戏。来，我们换下一个，我们来玩画画吧。我来虐待你们，过来。哎、欸，开始了！No!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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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!
我绝对不是不会画，我是想跟你们一起同乐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画画，画完之后我们来盖东西，快快快！哎呦！来吧，兔窝画画大赛开始。我觉得应该要组那个吗？因为我不太会用 party， 所以哦，不是名次是分数哦，那我那么低哦。哦，你是刚刚那个聊天室那个是不是？那个谁，刚杀很大那一位？啊，那三个是三胞胎哦，长那么像，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兔窝观众也是很会画画，好不好？上次那个就很恐怖、欸，哎，画的超强。然后嘞，怎么跳？跳啊，跳啊，跳过去啊！哦，我撞到麦克风，白痴！等一下我撞到麦克风，我的眼睛好痛。因为我身体会往前倾，等一下我的眼镜，我的眼镜，我的眼镜，是什么？保龄球。
用进化过了、欸。什么鬼？我在画什么？我可以不要画了吗？天哪！我以为可以虐你们，结果哇，这什么烂题目？